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讲解文字复位操作。天正当中，文字复位命令它是将尺寸的标注中被拖动夹点的移动过的文字恢复为原来的初始位置。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现在这些，我把这个文字的夹点拖动到其他位置，你看我们把它这样子调整好了，调整了，但是这是错误的。这时候我可以根据要求，这里有一个尺寸编辑，这里有一个文字复位，选择它之后，我框选这个对象 ，OK， 它自动的恢复回原来的位置。这就是文字复位编辑操作。我们再来一次，比如说我这些地方把它拖动了，好，拖动了的。然后我们执行文字复位命令 ，OK， 它恢复为原来的位置。